这谁还哄刚上楼去？对，可哄你。你看，今天又好又不用了啥。日出江花红胜过，这块谁要终于跑了嘞？可不累着跑好几天，你看这么大一块，这跑完，你看我又忘了我这个所说的这个诗：日出江花红胜过。里头还有大筛子哩。啊，这块筛子终于跑完了。哎呦，也不是呢，哎，还不是呢。啥呢？这个别人那都没劲。别人这儿，可是没劲。为啥？刮把的。哎，真得啥找找原因呢？找找这为啥少刮嘞？接多少刮？不能都摘是呗？对。看这谁好的，一跑也一脸红又黄。这块地终于跑完了，大部分跑完了，还有两块的，还有两小部分的。看这个谁上面接着一个的，你看，今知道为啥？今年这红薯虽然说丰收，你看再压这个都是，你看老多家人们提议，再压这都是往起一栽，你看他都接一肚，你知道呗？我昨天昨儿跑一个，昨儿呀，说不上话了你。昨儿跑一个谁啊？伢是一压的时候，伢就是这个样，往这个坑挖。伢像这样压的，伢直接接多长一兜，都是这些，直接都接的。过年了，你要压愣啊！你看在这都不讲究，你看在这，你看都是像这样。对，在这再弄啊！咱每年是说这哈往这一挨都这样的。哦。那不得，那都光接这个一路，伢那个人这长一溜都有。过年了，像那就是玩大事，就是这种栽。对对对，那个人栽接多，你知道呗？一个跑出来那个一个棒，一个就一棒啊、哦，多少人棒啊？知道呗？这还能增产呢。你看长寿，知道呗？养农地，你都是你吃一天长一只，是呗？你过年了都栽那了栽，像那栽，跟你老家大事，像那栽，我家伙。一泡一肚落去吧，能劈着多泡三分之一。行。这老长寿，咱就听人家长寿说字了，咱都字。你养种啥，干啥研究啥呢？没，你光不跌他，我一年一年下轱辘那不来的，都是养种地的。又为啥伢那一亩地大一千斤，他们那都大八百斤，那都有原因的。长寿，你还是真高。哎呀，我干啥研究啥？长寿，我跟你说吧。时间比天长寿看那个模样不咋样，干啥啥摘？哦，是呗？不是光看的，不是山里红。是山里红中看不中吃。现在是我跟你说吧，长寿是干啥啥摘，不但是喂猪摘，但是养种地摘。养种地。过年这又跑两天山啊，又开专门道了。哎呀，我明年了，让家人们看是不是那谁比今年接的还好？长寿过年了谁呀？肯定得比今年接好，因为。伢琢磨出那啥来，琢磨出丰收，这多增产的。这是听老多家人们给咱提议，你知道？你都不看，这是吸取，那叫啥？那都叫，那听取。我跟你说，长荣，一会儿你听别人说，你不听别人说，好多朋友都让你把三十修修，把门上整整，你行吗？你不修。不过你昨天你跑出来一蒙那个谁来？哦，这个就是解毒。才知道的，昨儿晚上，昨儿晚上的哈。
不是说叫说普通话，别家人们不是都说叫长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一整就是这接着俩、他都光接着一肚一肚。你看就接着俩，对你说那也有道理，弯长的这一下边这个根多长都接。对对对。嗯，长出分子就还少了。是是是。嗯。